Alright， 第一节课的分解动作，首先水晶量打开稍微大一点，两倍静宽，然后你的手啊打开一个 window 在这里，在嘴的位置，一定要注意的同学们是你的 elbows 一定要上去，打开啊 elbows 给一个深 V，OK。然后你的身体可以稍微向后倾斜五度啊，身体探出去一点点就好了。然后开始我们左右的摆胯，准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然后迅速手上到你的左上边，头带出去，然后给一个甩头到右边，然后手打开 ，bounce 四次走，一二三四，好了，然后手开始。夹紧你的大臂，然后拍拍拍拍四次。好，看一下，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这个地方请大家一定要把自己收紧啊，因为我们马上下一个动作是要打开的动作。好，看好，准备五六七走，一啊，这个地方我要求你的右手就落下来就好了，左手的 elbow 尽量向上向后的把自己打开，好吧？五六七走，一。二三四 ，body weight 也不做完了，五六定点，七定点，八，双手在脖子后面 ，elbow 向前 ，point to your front 啊，因为我们马上又要打开，好吧，动作做干净好吗 ？OK， so 我们 from here， 然后开始，再来一遍吧，从头，from here， 前三个八拍，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往下了啊。这三个动作开始进入歌词部分了。I got this thing 的时候 ，elbow 慢慢打开，手向上走，身体向下做胯。好 ，I got this thing 打开了吧？然后迅速一个爆发力，嘣，夹进去一下，嘣。好，手继续向上走，交叉握拳到左边。第二句歌词。Gonna tie your tongue, gonna, gonna, 右左一个迅速的定点抖胯 gonna, 好了 tie, 好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造型给我，哎，右手自然下垂，手腕放松，左手去找右手，滑下来，眼睛向右边看出去，给个 curve, 给个 curve, 双腿蹲下去 ,OK, so from here, 走 gonna tie your tongue 的时候胸下胸下啊、下去。好吧，跟着 tie your tongue 下去，然后迅速一个 transition， 手 cross open， 看好 cross open， 握拳在胯的位置，然后胯稍微向右面一点点，好，打打起来之后，第三句歌词 step in my ring， step in 的时候是个大坐胯，大坐胯动作一定要做满，从右边到左边画一个弧线，手就在这个腿的内侧走一下就好了。好了 ，from here 走 ，step in my 的时候是一个定点，啪啪。这是个麦，麦要停在这里，同学们一定要停在这里啊！再来一遍 ，step in my ring 的时候又是一个长音，然后你的左手去滑，你的手臂滑出去 ，from here ring， 然后可以再加个胯，加个胯，右后左 ，boom， 延长，最后左手要停在你的这个左面锁骨这个位置啊 ，OK， 好，然后最后一句歌词，出拳，开手的同时。拉回来到腿的这个位置，然后出左腿，蹦咔，看清楚没有啊？然后两个抖肩走，最后一句歌词 ，You'll be round one， you 的时候开始抖肩 ，you 抖一个，第二个抖肩的时候上腿抖两个 ，cross， 然后最后 one 的时候，歌词 one 的时候，双手指出去 ，one， 然后同时给胯给腰一个延长 ，one， 看清楚了同学们 ，OK， 好了，来你们来。